재질, 성분, 문형의 특징으로 분석한 결과 이 망토는 주원장 황제의 가사로 판단됩니다. 거의야, 봉구리야. 流氓！走！哇！呀！呀！
我不行了。 南京物就像是现代的香奈儿还有迪奥，代表着日本的时尚流行。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小野玲子，作为明史学家，你为什么选择南京发布你的新书呢？听说您此次来南京还有很重要的任务，对吗？你们中国记者的消息可真是灵通啊！我来介绍一下，这一位是译片海译教授，是我的义父，也是我明史教育的启蒙者。身为一名历史学者，明史的传奇故事一直都是我所追求的。 我也希望能够早日完成我父母撰写明史文献的遗愿，所以来到中国南京出书是再适当不过的。这是一个有关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秘密，这个秘密足以改变一段历史。 南京のお茶は美味しいですね。三浦君、一杯いかがですか？今南京なんよ。お茶らしてる場合じゃないやんか。南京来た目的言わせれたん？アポ取った次のインタビュー、もうすぐやで、分かってんの？インタビューは、もう受けたんじゃないんですか？違うってもう。マーヴィン、这里是不是住着一个研究明史的日本人叫小野玲子？今日の気持ちはね、仕事したくないの。 小野，小野玲子，インタビュー、どうすんのよ。对不起，请问你是小野玲子吗？是啊。我有急事，能不能跟我走一趟？喂喂喂，你什么人呢？想干嘛呢？麻烦你跟我走一趟好吗？真的。走开。对不起，我找他有急事。八嘎肉，我要去。你不是研究明史的吗？我见过那枚徽章。八嘎肉，请你相信我，我真的见过那枚徽章。我找你有最要命的急事，我不会伤害你的，请你跟我走一趟好吗？ 喂，大人们，干什么？哎哎哎哎！哎，你想干嘛？你真的看过那个徽章？
放して。待てお前。おい待て。这些绑架的，快去，快报警。因为他是我父亲的。你父亲的？那我能见见他吗？他已经去世了。对不起啊，那你那么急着找我干什么？因为为了这枚徽章，我女儿被人绑架了。我最后一次见这枚徽章是我十几岁的时候，应该就是金陵刻经处。不是说跟他有关系吗？有什么关系？这既不是古诗，又不对仗，怎么还是简体字啊？会不会是隐语啊？红江别后又重逢，说的是个鸡字。游嘴鸟儿旁边叫，说的是个名字。这是朱元璋的一首诗，鸡叫一声撅一撅，鸡叫两声撅两撅，山声唤出扶桑日，扫尽残星与晓月。我知道了。永竹，那也是朱元璋的一首诗。这是我父亲原来写的。雪压枝头低，虽低不着力。一朝红日出，依旧。天气中轴正，画就正。哎，别动，只能看不能动。林院长，林院长，这是文物。文物？你半年后我也是文物，不要去。规定。两人说话，两人说话。走开！不要影响我白造型。哎哎哎！行吧。来。啊！Oh!
停，把那个人给我放大，再放大。再从头放一遍。他没有绑架小野。你说什么？不是绑架，光电话六个字下，这个疯子把小野。你看，小野玲子是自己把手从你的手里抽出来的，请问这叫绑架吗？梅队，梅队。啊。又有一起绑架案，是个小女孩。这应该是他女儿吧？看着像。梅队，说。根据酒店监控比对户籍资料，绑架小野玲子的人和被绑架女孩的父亲是同一个人，叫程曦，今年33岁。不可能，这个人我认识，他叫魏明道，我已经找了他15年了。他的父亲叫魏礼仁，在金陵客卿处当馆长。10岁的时候父亲去世，18岁的时候他跟他妈妈就人间蒸发了。用最快的速度把这个叫程曦的全部资料给我调出来，马上。听好了，你要是敢动我女儿一下，我发誓会要你的命。回城只是第一步，找到你们家的秘密就能。还回你。我们家什么秘密啊？你要的东西我已经给你找到了，你到底想要怎么样？我
告诉你，我没工夫陪你在这玩。我女儿到底在哪儿？记住，你只有些消息，嫁不去征西，你的女儿。他们到底想找什么？我爹莫名其妙给人杀了，我妈又离家出走，这就是我们家的秘密。这些秘密跟他们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关系？刚才档案科来消息，程曦10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在灵谷寺遇害。可是奇怪的是，受害人似乎知道谁是凶手，可他怎么也不愿意跟咱们警察说。程曦的母亲叫袁淑英，对我很好，我叫她袁阿姨。可是自从程曦的父亲去世以后，他的脾气就变得特别古怪。直到有一天，他带着程曦就突然间搬走了。没有人知道他们去了哪儿。徽章的出现就意味着明教依然存在。掌握这个秘密的人，也就是明教的最高领导人。你拥有徽章，你就是教主。竟然是教主的兄弟啊！据我所知，明教还世代相传着一种特殊的功夫。朱元璋建国之后，更赋予了明教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无上权力。明教具有自己严格的等级制度、徽章还有誓言。秘密到底是什么呢？这个秘密来源于中国历史第一大悬案——建文帝失踪之谜。把酒给我。干啥？喝一口。啊？喝一口。哈气。教主，有情况。这是我父亲的字迹。聚宝门。不就是中华门吗？
我妈去哪儿了？我爸到底怎么死的？23年了，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怎难参马，百年历史有一宗，门楣藏笔诉千万，荣耀追随亲人去，曾将葬太阳下。宗介，教主在这边。城墙上，太阳下，断肠草儿都为上。这哪边有草啊？작전개시명령대기누구야명령이제보스의명령에이씨보스의명령이라고프랭크개시盒子给我，是这玩意儿吗？有本事自己来拿。Thank you.
mausoleum 的 cartoon， 还是吧，还是吧。죄송합니다죽일려玄宁主持，听说您这次来南京是为了寻找被盗的镇寺之宝袈裟，是真的吗？確かに、今朝は盗まれました。住職として大きな責任を感じております。それで私はどうも南京の皆さん、ぜひとも申し述べたい。もしどんな手がかりがあったら。别动啊。小心伤口又裂开了。东西呢？东西没被他们抢走吧？放心吧，他害你女儿的命一样重要。不好意思，连累你了。你知道你像谁吗？谁呀？朱元璋。他从小也是失去了父母，后来参加了明教义军，在战场上杀人如麻，可是他内心是非常渴望爱的，一直到他遇到了马皇后，才找回了自己，成就了大业。别跟我聊历史，我对历史不感兴趣。我只要知道怎么才能救回我的女儿。真的很羡慕你女儿，有个这么爱她的父亲。你知道吗？我也是孤儿，我的父母在我6岁的时候就出车祸过世了。我父母离开人世之前最大的愿望就是完成明史文献。我们都无父无母，支持你活下去的动力是你女儿，而我是完成我父母的遗愿。你放心吧，我答应你一定帮你救出你女儿。继续吧。这把剃刀上的雕刻是龙，龙是古代皇帝的图腾。这么说来，明教掌握的秘密和皇帝有关。哎呀，搞大了！我们跟皇帝都搞起来了，这你妈也太穿越了吧！这已经不是在我的研究范围之内了，只有一个人可以解答。哪个？我的义父易天海。대비청씨가지금소야링자의납치행위로경찰에게조사당하고있습니다현재경찰의모든행동이우리시안에있습니다주오와바로이거야
玲子，这就是晨曦。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儿吗？他想知道关于明教守护的秘密。等等，是我看见那个人把月月带走的，你们快点找到他。我知道了，你别着急，你慢慢说。你们要赶紧要找到孩子的父亲啊，他有危险的，他有危险的，要乖一点，要乖啊！我求求你们，你先起来，去倒杯水去。你们乖一点啊！你坐这儿说。要乖，要乖呀！关心他们的安全是吗？我是梅佳。我是明道的朋友，你放心，我一定会找到他的。袁阿姨，明朝皇帝朱元璋居然把他的皇位传给了他生性懦弱的孙子朱允文，这对他最优秀的儿子朱棣来说是极其不公平的。而朱棣秉承了他父亲要不做要么做绝的个性，成功地发动了举世闻名的靖难之役，一举推翻了朱允文的政权，成为了永乐大帝，开创了元迈汉唐的千秋伟业。朱元璋传位给自己的孙子朱允文，并赐国号建文，那就是建立一个文治社会，让老百姓安居乐业。我不得不佩服朱元璋，他太了解自己的儿孙了。在传位的时候，他给了朱允文三样东西：剃刀、渡牒、袈裟，还安排了秘密部队明教保护了他的安全。可惜呀，这个没用的朱允文还是灰溜溜的逃离了南京。此时的朱允文明白了爷爷的两个路线，为了避免战火再度燃起，更为了保全皇室的血脉不在战争中消亡殆尽，朱允文最终选择了放弃皇位。最重要的是，朱元璋的开国玉玺也随着朱允文而消失，朱棣这个皇帝就名不正言不顺，于是他就从全国之力去寻找朱允文，甚至在1404年还派郑和去了日本。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因为秘密，朱允文和开国玉玺成了至今为止仍然无人能解的秘密。这个秘密就藏在了三件信物之中，由明教的三大护法保管着。600年来，明教一直严守着这个秘密，保护着皇室的血脉，只有明教的教主才知道其中的玄机。这是你说的剃刀吗？
今天是什么日子？是朱元璋的诞辰日。皇帝显灵了！皇帝显灵了！剃刀的出现，必会引来另外两件信物，就是渡牒还有袈裟。三件信物等同秘符，组合在一起就会显现一张藏宝图，指引着尘封数百年来的玉玺。照你的意思，还得再找到渡牒和袈裟吗？这就是义父你说的鬼门关了吧？没错，这儿就是鬼门关。当年朱永文就是从这儿逃离南京的。想听一个青梅竹马的故事吗？一个小女孩和一个小男孩从小一起长大。指的是一座寺庙，而目前南京的寺庙中有着千尊佛像的，而且门额是由一个大人物题写的。栖霞寺，栖霞寺的匾额是由朱元璋钦定的。
古月万年，名山百丈，文中光大，欠何人？小猪啊，真的，俺爹没骗啊！我跟你说哈，再过俩小时我可就走了。俺们每年这时候都到这儿来等你们，还好，俺今天真的没白来。小猪啊，这大礼呢俺就免了，俺也不给你下跪了，你也别见怪啊。但是呢，为了这东西，俺爹的爹，总之俺爹选了，他没了俺来，俺没了俺儿来，俺儿没了儿孙来，总之等不到你们俺就继续来。可见这玩意儿值不少钱吧啊。咦，上过人上过人啊，谢谢啊，恭喜发财，教授再见。悟道莫如禅，指的是禅宗。一身棒喝醍醐灌，醍醐灌顶正是明朝佛教灵济宗的教义。喜心真寺庙，指的是京都庙心寺。万卷经传海国来，这句话正好符合前三句的含义。这么说，庙心寺的袈裟就是第三件信物了。别动！朋友，别乱来！哎，朋友，别乱来！你们收这点钱，我兜里有钱，你们随便看，寺庙随便看。盒子。把盒子给我。给我。我告诉你，见不着我女儿，我是不会让你们得逞的。交出剃刀，否则你女儿他们俩都得死。陈曦，你不能交给他们，他们会毁了这段历史的。这是历史，你给我住手！你要遭到历史的报应的。别动！师父，气乃神也，气定则心定，心定则事圆。暂时还不会杀我义父和你女儿的，他们还没有拿到最后一样东西。
的确有问题，你来看一下。我们的内网的确被黑，我们所掌握的所有监控系统，对方都一览无余，我们的行动都在他们的监视范围之内。제도 명남일자 고불천존 아상서제 선거패 9월만년 명산만장 문중광대 천하인 치샤스 도처 오두막여선 일성방거 재무관 최신진시묘 막건경전 세군대 야신스 가사 병기소리 일월방 전조후친 총명왕 이거야 一个是泡沫制度一个이건보물노선도입니다제도는도처도처분가사그리고가사는보물의소재지를가리키고있습니다보물은오래성난에있었어 你走吧，和我在一起不安全，快走吧。哎，你难道还没看出来吗？所有和我在一起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走，走得越远越好。我就是个不祥的人。为什么非要这么说自己？为什么非要把所有的错都往自己身上揽呢？我们不是说好了吗？一起去救你女儿的。가사는완전한메시지를갖고있지않습니다모든암호는태그로되어있습니다병기소위일월광전조후침송명황이건앞줄입니다이뒤에또한줄이부족합니다이회는준비된살아있게만주어지니까야네그렇습니다아깝습니다네それ以降、その袈裟を守ることが我らの使命となったのだ。しかし、今、袈裟は盗まれてしまった。私は死んでお詫びするほかはない。これ以降は、お前が。その布の秘密を守るのだ。場合によっては命も惜しむな。頼むぞ。大厦。
안배우와나드야스입니다. 行きます。 东西在我手里，我嫌弃你，我嫌弃你，但是你得把女儿还给我。他灭交，人魂两清。 是怎么说？兵器消为日月光，前朝后秦属明皇。日月光，日月加起来是明，前朝后秦，正是朱元璋首倡皇帝陵寝格局。 모든 건 우리가 장악했어요. 明晓玲，指的是明晓玲。 立刻执行必罚案。
李队，目标已经锁定。Over。部队集结后，原地待命，等我通知再行动。明白。什么才是宝物？这里睡着一个伟大帝国的皇帝，我要的是苍喜字的武器。那也许只是一个传说呢。你身边的明教教主是传说吗？他们家族的秘密是传说吗？东西，给我！你先把人放了。苍喜，我提醒过你。游戏规则是我自己改。朱爱啊，请明教教主解释一下。成文星际地车线。地车指的是玉皇大帝的战车，从星象学上来讲，就是北斗七星的斗兽。北斗七星是朱元璋最崇拜的图腾，所以他按照北斗七星的布局，为自己的陵寝修了一条神道。神道的尽头就是方城。画骨应天，夜未央。画骨只是一种写意的手法，指的就是宝藏。在夜幕降临后，他会应天地之召唤。说，往下说。你先放人，否则的话，你就算杀了，也不会得到答案。就是你的女儿。
过是个棋子，连你爸爸妈妈的死都是被纸张出来的。你说什么？你只是个工具，把孩子交出来，否则你也会死。放手，你放手！啊！嗯，
我答应过你，会帮你把女儿救回来的。 嗯，谢谢你。谁说你是不祥之人？我们不是活得好好的吗？ 计划天衣无缝，还差最后一步，抓紧时间，秘符已经到手了，把陈曦干掉。这是朱元璋钦定的朱允文的皇家族谱，也就是你们家的秘密。顺便问一句，你没爱上那个小野绫子吧？ 我们被杀他们哥吗？怎么？你下不了手了？玲子，为了这我已经等了二十三年了，你必须把程曦干了！你动不动手，你动不动手，你动不动手！你已经杀了我父母了，你已经制造假车祸杀了我父母了。 我一直把你当成父亲，崇拜你、感激你，我一直把你当成父亲来爱你。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吧？当年朱棣一心要夺朱允文的皇位，现在的你也一样。只是晨曦命比较好。 他至少碰到了我，玲子，我一直是把你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不要说了，不要说了，你不要说了！你这个忘恩负义的，我养育了你这么多年，你竟敢背叛我？你以为你是谁呀？朱棣和朱允炆的较量，最终还是朱棣获胜。别忘了。 谁也记不住朱允炆身边有哪一个女人，你也不例外。别动，谢谢你们的最终解答。
谁说你是不祥之人？我们不是活得好好的吗？你知道吗？我也是孤儿。我答应你，一定把你救出女儿。易天海，他就是魏立权，你的叔叔。是你杀了我父亲吗？一个家族的兴盛，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小小的牺牲算得了什么？这件事到我们这一代就彻底了结了吗？我不同意！你把徽章给我！你不干，我干！你知道我们是什么人？你不叫陈曦，你叫朱胜熙。我已经决定了，你不要再胡搅蛮缠。这事儿是家族的事儿，有我一份，你不能一个人拿主意。是朱元璋的嫡传子孙，大明帝国的后代，不可理喻。站住！把徽章给我！你把徽章给我，要不你就出不了这个门。把徽章给我！保护你，你的母亲接受了你父亲的遗命，给你改名、搬家、转学，就是希望你能隐姓埋名、平平安安地活下去。他怕你长大的时候，你叔叔认不出自己的侄子，却能认得出自己的嫂子，所以就自毁容貌，离家出走了。其实他一直都守候在你身边。Thank you.
兵器消为日月光，前朝后秦楚明皇，常闻星际地车陷，化而应天也未央。
牵着希望的灯。